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怀中。站起来。五幺啊，我们今天要玩这个马里奥，对不对？创作家。马里奥创作家二啊、我们今天玩的是工匠模式，就是要盖房子这样子。对啊，而且我们必须要赚到很多钱，这样才可以。那个就是有人制作的，我告诉你，这一关是有人制作的鬼屋，不知道能不能过关。过关的话呢，就可以拿到谢礼，好吧？我什么英语我都会讲。是哦。哎、等一下，那个我在妈妈手机下载过哎。你什么时候下载的？在爸爸妈妈手机下载的那个人。没有长大哥。长大哥。嗯。好，下去。我觉得鬼屋是一件很难的关卡。好吧。这么多水管，完蛋了！这是一个迷宫。他把你卷起来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为什么他要把你卷起来了？那我可以拿它吗？去啊！头上的鬼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我面对他就会停，但是我如果背对他，他就会过来。所以我们要一直面对他们，好大的这个。他什么？食人花。这个食人花，行。也拿不到。OK， 我知道了。看到了，我要弹簧，要双重弹簧，所以他这边道具应该是要让我去拿的，有没有？带他，然后放在这边，有没有？两个气弹。哪有那么多弹簧？再去找看看，真的还有吗？你看，你知道哪？没有啦，只有一个而已。哦哦哦，它有多重弹簧。我弹簧夹不到我啊！他是夹。哦。你是拿这个？拿这个。为什么你要拿这个？这个的话，刚刚不是看到很多这个那个大的食人花吗？对不对？我知道，就是两个食人花的啊。哎呀，忘了丢在最上面丢。他就会全部都中弹这样子。喂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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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我都是重点，就是中到弹啊！你看到？你放哪边？有没有？你那么两哪？爸爸！厉害吧？你那么拿两个药匙，那个药匙。好，再来就是这个啦。第三个道具。哎，不对不对。那这个也是要弹簧，对不对？可以到几个弹簧？对，是刚才你用弹簧的。面对他，他就会灭那个灯，你走。
跟你下去拿刚才你拿的那个吧。这个吗？对啊，你刚才那个刚才你拿另外一个的那个啊。哪一个？这个。我说的就是刚才那个，就是旁边还有一个音乐的那个两。那个、啊、音乐盒的那个跳板的啊，哎，那只有一个而已啊，没关系，你去下面。哦，没有，让他过来，让他过来，他这样就会过来了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他把你拿三个钥匙，超厉害的、啊。把你拿三个钥匙干嘛？这是属于解谜的关卡，这个还没拿到，先带着。这里还有、啊，我刚的时候就看到了。吓死人了！他明明就是吓人，他吓人鬼啊！你干嘛丢啊？你干嘛丢掉啊？踩一下吧。啊，踩这个它会停。早知道刚刚就先踩了。随便抱一个，我觉得是弹簧。喂，为什么你拉着这么多呀？喂，阿弟。喂。啊。有。你要带糖果走去哪边啊？你要带糖果走去哪边啊？这里。我觉得这有的。你要当我吗？是不是？这样，最后一关。等下要带弹簧啊！好多好说小跟班哦。钥匙跟班吧。钥匙跟班。有这么多钥匙。这个就要。这个应该要那个 P， P 是什么？就是刚刚那个踩的那一个。停。这个。你都这样吗？对。像我手这样吗？那种不是，对，不是 T。啊！啊！我分心了。为什么你分心啊？刚刚不认真。我要重来。对啊。重来是吗？浪费我刚刚的时间哦。哎呦，蚊子！我看到蚊子打他。这个蚊子怪怪的。跳跳，还有一个刚好节奏，哎呦，找到了我的节奏。爸爸，你为什么不把一些糖果先拿呀？没有，他只能一个一个拿。那个是无限炸弹。这个炸弹是无限炸弹，它可以一直无限炸弹。我知道那个复仇者联盟有无限手套。无限手套是什么？就是那个萨诺斯的那个大手套，你知道吗？对了，就是灭霸。你进来一点呢，这样看不到你哦。灭霸，你自己也要看这边哦。你们就是灭霸，灭霸手套。对啊。都知道灭霸哈。爸爸，你要放去哪边啊？哎、欸，他怎么帮你把弹簧拿下去了？哎、欸，你要走慢一点啊！怎么啦？我把丢上去了。没事，把它丢上去干嘛 ？Oh my god！ 干死他！喂，再一次。你可以说一个干一大
来了，他来了，咻！哎，成功。我为什么要把糖果放在我旁边？那这样，他那个刚刚那个吹的那个白色的精灵才可以把我带过去啊。变小只了，这样好危险。为什么危险？我觉得你是为什么要震动我？跟他说拿四只钥匙就好了，说不定我其实这样就够了。对，有错误的，快跑！那我这样去过关好了，说不定这样就可以了。上面那个什么？来吃个香菇。超多钥匙。四只钥匙是因为我们在一直这样过，那还好钥匙多。来吧，你还有两个钥匙啊！干嘛 ？Oh my god！ 算了，过不去了，吃不到那么多东西，钥匙不够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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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嘿。爸爸，你漏下一个钥匙。对。最后一个钥匙。过关。没办法，为什么你没有带着钥匙回来啊？你为什么没有带着钥匙？有了，这个钥匙带不回来的，这样我的大楼都建好了。好不好？地楼完成。爸爸，可是。还没那么快。好了，那跟大家说拜拜，我们今天先打到这边，嗯，好不好？看下一集，好不好？嗯，跟大家说拜拜。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铃铛，记得把广告看完哦。听不清楚，再讲一次，记得把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铃铛，慢慢讲。记得把广告看完喽。没错，拜拜。拜拜。